这是死亡笔记本里最后一个名字了。在死亡笔记本里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就算你烧了它，也无法改变你的寿命。只剩最后的23天，他必须查明真相。为什么把病毒？改变作战计划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松山演一，福田麻由子。我以前也曾经做过牺牲人命的事，所以现在我不想放弃眼前这条人命。我和死神已经定了契约。L 最终的23日，未来电影台惊奇上映。